边框全面屏 Nubia Z17S 邀请您关注本期 IT 全播报。如今网络越来越发达，各网站各平台都要账号密码登录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或者多个密码来保护账号。上个月科技行业咨询企业 EPC Group 对600名用户进行调查，发现37%的受访者承认只有当网站要求他们更换密码时才会更改，11%的受访者表示同一个密码至少会用7年。调查显示，男性使用 password 作为密码的概率比女性高2.8倍，女性在密码中使用爱人姓名的概率高1.3倍。22%的受访者承认他们会用同一个密码登录所有网站，只有14%的人会为每一个网站设置不同的密码。你觉得这份调查准吗？